敞开龙的胸怀。是谁翩翩起舞登上世界舞台，一身中国的范儿唱着东方情怀。是谁阵阵锣鼓震撼这个时代，一身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。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大发财，今年大发财，恭喜大家今年发大财。今年财神陪伴你，过着好年，新年发财，恭喜恭喜，红包进来，过新年快乐无得比，快乐无得比，过好年，欢乐又一年，欢乐又一年，大发财，今年大发财。恭喜大家今年发大财！嘿哟，祝你今年大发财嘞！今年大发财，财神爷嘞，财神爷嘞，财神今年坐财财。财神爷嘞，笑嗨嗨嘞，财神乎你发大财，新年快乐，顺顺利利，身家大赚，一分万利，恭喜你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祝福你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大发财，今年大发财。恭喜大家今年发大财！嘿哟，祝你今年大发财嘞！今年大发财。好，各位线上的朋友，进来的朋友，欢迎大家尽量帮我分享分享，让更多朋友进来听听歌哈。OK， 如果是第一次进入这个频道的朋友呢，记得啊，这个星期天呢，在下午12:45的时候，我开始会开放发布这个令哦，给那些参与比赛的歌手以及想观赏小朋友比赛的。歌友们记得在这个星期天下午12:45接近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会准时来看看大概有40出位的这小歌手的演绎，非常棒，有的小孩子真的太可爱了。我昨天看了一个小孩子，哎呦我都于心不忍，哎呦我就喜他，虽然他不是唱得顶好，但是呢我跟你讲哦，5岁小朋友哇唱得有板有眼，节拍准准哈、哦、哇，当然歌词可能咬词方面他们没有这么准确，因为毕竟5岁嘛，对，5岁你能做什么，所以我哎呦有几位小朋友几岁了、5岁3、5岁这样，哇太棒了，我真的佩服他们，
太厉害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精彩。我自己在做这个视频，我就觉得，哎，他们真的很棒哈。所以喜欢小朋友、喜欢小朋友的观众朋友、网友，记得啊，在这个星期天，记得进来观赏精彩的儿童贺岁歌曲比赛。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呢，是1月9号呢，那就是成人组以及不分年龄组的混贺赛哈。OK， 到时也欢迎大家来到线上来观看我啊，来观赏这个节目。本来我今天是想回来就想休息哈，不想开播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有点累 ，DJ 因为很热，天气很热。那今天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刚才我在脸书里看，我又忍不住，哎呦，我听了这个《手牵手》这张合集里面的混音之后，我差点眼泪掉下来。为什么？那天我还跟张婷婷说，哎，临时间那段说白，可能你要去帮我再重做过，我觉得还不是达到我要的理想哦。但是我们的婚姻说，婚姻跟我说，哎呀，可以啊，你放心啊。我听了可以没问题，真的他做出来非常完美，然后、哦、很多一些我要的东西他都做到给我，所以非常感谢 Star Media 的 Mr. Wong 王新阳，谢谢您的 support 支持，真的配合哇，真的有时候你做一样东西出来非常好的时候，你觉得哇很感动，心里就非常的感激、哦、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呢，有时候不是讲钱的问题、哦，当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，钱当然是维他命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时候这份心意，这个用心、哦、哇，你看到真的听到、哦、我本来回来就很累，我在车上开驾车差点睡觉、啊、我的歌手还买那个什么东咖喱咖啡给我喝，叫我提升提升，那个谁那个跟我同车去的，今天就有舒淇嘛、啊、我说我真的很累哦，我说、啊、不然你们停半路去买拉斯罗马，买，因为过门这个尼莱托的时候有一个阿当拉斯罗马非常出名好吃，我说你们去订买，我就在那边休息一下，我真的很累，眼睛很困，很困，然后天气又热，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信息 ，Mr. Wong 讲，亚华你听听看，我帮你混了这个几首这个手牵手的歌，你听看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哇，我又很精神那种，一听下去人整个精神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那个音乐的维他命加速了我们这个原动推动力、哦、所以真的不简单，非常感谢，真的非常感谢，非常我也非常满意这次的混音、哦、混出来的声音真的不管合唱或者独唱都好都非常的棒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我所要的东西我做到了、哦、就是我们要的东西，我们做任何东西都达一个水平嘛，对不对？搭个水平要用心去做，这样去做、哦、所以感恩呢、啊。所以这最近呢，经常都遇到一些很好的贵人，真的非常好，因为有正能量、哦、记得多多点正能量。一些朋友说，哎，为什么我图像旁边有一个好像是 Nato 这样啊、哦？这个是我们的 Nato 3刘华山，谢谢他支持 support 我们这个迎春借富新年歌唱比赛儿童组的奖金之报销奖金者之一哈，感恩他的支持，当然还有其他朋友了哈。OK， 谢谢 Nato 3刘华山师傅您的 support 支持，感恩。OK， 好。马永生也上来了，马永生晚上好，思健晚上好，佳琪晚上好，张婷婷晚上好。最近讲真的，华华唱片的这个能量非常好、哦、刚才又接到电话、啊、电台要跟我邀歌，做了这么多年电台要打来跟你邀新歌，因为讲真的最近新年没有人什么出新年专辑了，对，当然我今年没有出，但是我有做几首新年歌、哦、所以刚才电台也打来说，哎，你是提供一些新的哈，新的不要只有新的新年歌，哎，我说我手上有啊。 OK， 这个是其中一个开心的，第二个更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手牵手合集里面的歌曲，某一些歌曲哈还没有决定，某一些歌已经被挑中选中作为13集的电视集的主题曲还有副主题曲哈，大家留意啊，近期的新闻呢会报道哈，因为我要等这个导演的公布哈，他公布了之后呢我就马上公布哈。其实这首歌是
老师用心的作品了、啊。讲真的，也特地为这首歌，编造这个故事性连串的故事性13集啊。我相信这部电影是电视剧是非常不错了哈。因为我看过他的一些剧情里面的介绍哈。OK， 这是非常喜悦的哈，可以给跟大家分享啊。当然要等他确定了这个歌曲来首之后，我就会等那个导演来公布。导演一公布，那我就马上公布哈，因为我们要这样。我不能喧宾夺主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导演说，哎，你可以你随时你可以去发放消息，可以去做宣传哈，但还是一个尊重了哈，好不好 ？OK， 总之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很兴奋的这个心情哈。OK， 线上看到我们的唐伟明老师，晚上好。对。佳琪说非常期待星光版的 Volume 2的诞生，以及完整歌曲的首播。对对对对、哦、因为今天本来我是也是要做一些首播，但是回来太急忙了，匆匆忙忙， 我就不喜欢做。我今天回来、哦、我就很累，我一听到那些歌曲、哦、哇，这东西就是我要的东西，非常棒。可能我的印象很好，我就听到哇，每个首歌都很好，包括陈奕真的 Hokkien 歌也是棒，真的很棒。哇，几个歌手的歌曲出来都讲真的都非常的，不是卖花赞花香了哈。你都知道我不是这款人哈，我不是这款人，我不会说这个不好吃我跟人家好吃，我是不会这样啦。 OK， 好，记得我讲了很多。如果这个礼拜呢就是儿童歌唱比赛1月2号，同样在这个平台上，这个播道上，很多人不懂啊，因为 YouTube 很辛苦、哦、你要找这个 YouTube 来进来，大家哎呀我要link什么的很难去找，很容易的，到时候你进来我这个直播就可以看到了。实际上吧，我也在 Facebook 分享了，尽量给大家都知道熟悉这个花唱片这个频道，让他们进来听歌。这个比赛1月2号1月9号不分年龄组的新人歌唱比赛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重头节目、哦、OK， 听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舒淇，在这里约定您1月22号我们线上见，在此祝大家迎春接福，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，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头让人儿才告别。十二生肖走一回，十二生肖走一回。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玉珍阿珍哦，人人叫我阿母，会记哦，1月22号线上见，不见不散。成功，人人有机会发财，财源滚滚啊，福禄财神啊，说不定在今年就会找上门。好，记得我们1月22号晚上的见面哈，那个是现场的哈，不是预录的哈，现场的。OK， 那今天舞蹈员你已经打来。敲定了哈，舞蹈员财神爷都来了。OK， 哇，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忙碌，也非常的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好的东西都来了，全部都来了哈。OK， 当初我想，哎呀，惨了，这是要找谁扮财神爷、啊？你知道我都不行了，为什么？我不是不能扮的吗？哎，我要负责整个整场的节目这个制作过程嘛，所以我就不能。担任太多角色、哦、所以我在想，哎，找谁做财神？哎，财神来了 ，OK， 舞蹈也来了，哇、哦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完美、哦、所以大家期待啊，这个不是一路，我这个现场我们的10位吧，应该没有错，10位还是11、12位歌手在现场的演绎，多少位啊？10位啊，啊，应该是10位，10全10美 ，OK， 那么记得。肉干肯定是有、哦、我今天还跟老板说可以肉干换点肉丝吗？我想哈哈，当然可以啊，讲肉干换肉丝更好啊，他更滑，我更滑了，讲，开玩笑，我说好啊，因为有些朋友喜欢吃肉丝，我讲，我老板讲可以了，没问题了，所以说，到时大家记得进来捧场支持，好不好？好，刚才听过了啊，奕真的跟这个舒淇。
啊，舒淇因为没有录过新年歌，还没有录过，明年我会叫他录了哈，要叫他录新年歌，所以他还没有录过。我就说你先去唱一些片段给我，然后他跑去微信去唱一个片段给我来做广告宣传一下哈，因为我们要拼命的宣传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这时候呢，马上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听听江以凡、许树佳这首《拜年》。哎，我看一下哈，哎呀，你看他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啊。OK， 大家稍等一下哈。拜年，找一下他拜年啊。祝你今年好运气。有时候开播遇到这样，我就很，有时候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这个，怎么说？电脑操控的出了问题，一点点的问题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振奋人心里面，哎，这边应该有这首歌的哦。OK， 来了。卖 cake 头一天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大街小巷悬灯彩，炮竹响连天。几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。小妹过年真高兴，换上新鞋穿新衣，从头到脚打扮好，上街去拜年。几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仔细的瞧，慢慢的看，有位小姐在面前，鼻子高来眼睛大，两道眉毛往上弯，嘴抹唇膏要喷火，洗个指甲涂扣单，新做的旗袍是新样，曲线玲珑够美观，金鸡心挂胸前，里边装着小照片，里边的照片就是我呀，我的照片在里边。想想想，你别想，里面的照片不是你，别人的照片在里边。小姐小姐你吹牛，我看小姐真面善，就是一时想不起，好像在哪儿见过面。咦，我不认识你呀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跟小姐是同学嘛，不但是同学，而且还是同班呢。我的同学数不清，男朋友也有千千万，少废话来别跟我烦，我要去拜年。几个隆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说小姐去拜年，我有汽车在那边，只要开口吩咐我去，那也不难。几个隆咚锵咚锵，去那也不难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漂亮又开怀。相逢何必曾相见，萍水相逢又姻缘，一见钟情上山巅，一起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一起去拜年，一起去拜年。呀，江一凡
跟我们的喜树家所演绎的拜年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你说如果在1月22号演唱会上面呢，江以凡会不会找一个搭档来跟他合唱这首歌呢？因为树家在这个古晋嘛，稍微要过来就比较麻烦一点哈，可能要隔离或者怎样，就要根据这个 SOP 呢，就比较会有比较繁解比较多一点了哈，所以他就没能赴约。但是呢，江以凡，你猜想他会跟谁合唱？猜得到的话写上来 ，OK， 我送你礼物。当晚我送你礼物 ，OK， 真的，我送你礼物 ，OK， 好不好？猜猜看，你讲江以凡到底会跟谁合唱这首歌？那你在《花花群星》里面，你看得到那个海报已经出来嘛？已经有男女都有谁了，你都知道了哈。那你猜猜他会跟谁合唱 ？OK， 来，我们来听听，就是刚刚礼拜天的歌唱比赛哈，很多人唱这首歌《帕鲁过》。后来我在 checking 了之后，哦，原来这首歌的版权也是南方还有另外一家两家公司拥有的啊，版权的歌词啊的歌曲哈，《帕鲁过》。OK， 那这首歌呢，在歌唱比赛中呢，就是前几天就很多很多四五位歌手都在选唱，龙争虎斗。讲真的，我跟林思健头都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他们唱的好吗？老实讲，四五位都唱的不错，就是说我们选一些比较没有这个多么没有这样多缺点的出来啊。那么现在这位女生唱的不错的哈，我们听听这位来自南马如佛麻波的林美玉带来这首《帕鲁过》，好不好？她的比赛歌曲，我们听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评审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美玉。今天所参赛的歌曲是《帕鲁过》。帕鲁过，希望你的红包。
家好，我是舒淇，在这里约定您1月22号我们线上见，在此祝大家迎春接福，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，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头人人儿才告别。各位朋友，我是魏湛，1月22号我们线上见，约定你哦。富贵花开迎新年，家家好风光呀，迎春接福接财神，大家喜洋洋，大家喜洋。好，记得1月22号跟我们多多分享，让更多朋友进来听唱歌。OK。你没有讲为什么你今天早开播，有些才是吧？哦，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早开播？因为等下9点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艺人工会有一个会议哈，所以我讲，哎呀，不要窃喜了哈，因为毕竟我还是其中一位理事，如果窃喜的话，我觉得感到不好哈。因为今天他上面要商量大计啊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OK 提前开播8点。OK， 这歌唱比赛完了之后，一定有风风雨雨，一定很多问题会出现。那歌手就在讨论哦，那些歌手如果不大懂的，他就问我一点东西，我就在这里回答一些歌手的问题，好不好 ？OK， 因为当天我也是评审嘛，对不对？OK， 刚才这首歌《帕鲁哥》有4、5个歌手唱，我说过了，每个都唱得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些朋友说，郑雅华，你跟林世杰没有搞错，林美玉扮得这么美，拍得这么美，这么拿不到冠军的，这么那个好像随便拍的就拿冠军的，所以人家跟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就跟那歌手讲，其实歌唱比赛主要当然是在歌唱，对，歌唱的环节，歌唱环节里面当然我们是看整体的表现，对，美玉的确做得出很多功夫 ，OK， 服装帕鲁过，他真的拿鲁过来帕啊，帕鲁过，他真的拿鲁过出来帕 ，OK， 然后啊背景什么他都很好，讲真的，如果在服装在演艺方面呢，这个表演方面呢，他的确是最高分的一个，讲真的，那么他跟那个什么名字了我都忘记了，冠军那个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杨金福啊，不好意思哈，杨金福歌手。那么杨金福呢，就狼火火多多架哦，也唱歌也是 power， 也是非常好。还有一个是一个什么戴龙什么戴龙安呐、啊，戴龙发啊，戴龙发。还有一个什么好意，还有一个陈龙发，对不对？几个都在唱，对不对？几个都在唱。那最后呢是这个杨金福拿到冠军，哈、哦。那人家说，哎，杨金福好像很随意嘞。但是如果以歌论歌的话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洗啊，这个直播还在走的，大家回去听一下。美啊、不是唱的不好，但是他的技巧不能胜任这个杨金福，所以大家回去聆听一下，看我讲的准吗？哈 ，OK， 看我讲的准哦。所以听歌你要听完 ，OK？ 你看他的唱功技巧各方各领域哈。那么其他呢？当然我都说了，整体表现来讲，林美玉的确很出众，服装啊，歌曲配合得很好啊，对。然后帕鲁哥他真的做出整体来讲，他但是我们是以歌唱比赛为主，歌艺哈。技巧很重要，唱歌哈 ，OK， 所以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哈，大家无伤大雅 ，OK， 我们唱歌友谊要第一 ，OK， 然后来切磋歌艺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马上来，因为今天我开直播到9点我就结束哈，因为我要去出席一个会议哈 ，OK， 来这首马上来这首嘻嘻哈哈过新年。
春天快要到人间，人人欢迎这春天，这是一个好春天，带来欢乐和笑颜。春天已经到人间，人人等待这一天，大家迎接新一年，好好来过幸福年。年年佳节在春天，远方的客人来拜年，趁着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年之计在春天，赶快努力成少年，我要共赴好春天。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小朋友多可爱，你看，哇，又放舞狮在旁边哈，哇，各有各的唱法哈，有山歌的，呵呵，有山歌的，有教小玲珑可爱的版本哦，哇，我相信这场比赛呢，黄世豪、罗玲颖啊，包括我呢，就要伤脑筋了。不过呢，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，一些歌手的视频已经寄上来了，那这两天我就发布这个宣传短片出去，那些歌手就问我，老师，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在里面？是不是比赛过了？我说没有啊，比赛是礼拜天二号啊，这个是我的宣传短片，宣传短片我不能全部能放上去吧，这样多，谁将去看这样多，对不对？一下子就我说我挑几个这样放上去吧，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随便挑几个了，我没有故意说要去挑谁哈，好可爱，一些家长真的一个之后打来，哎，怎么我邮寄给你，怎么我的视频没有看到，紧张，然后一个更好笑，他讲，老师我要报名你的歌唱比赛 ，OK， 我说好好，但是我还没有跟我妈妈讲哦。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很可爱的没有哈 ，OK， 看到他们就很开心那一种。然后我就说，好了，我们来这个礼拜来看看你们的表现。不过我们大会已经决定了哈，
小朋友呢，我们可能会增加多一两个奖项给那些娇小玲珑又可爱的小朋友，让他们有个纪念品也好，红包也好，总是有东有物品有礼品拿到手上啊，给他们小朋友一个鼓励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马上来听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《开心又一年》。是新年，大家见面多亲切。你买腊梅和饮料，我把春联贴上门楣。大家开开心迎接新一年，正月里天天是新年，大家见面多欢颜。你说一切都顺利，我也祝你财源滚滚。还有，请你听听远处传来炮竹声，请你听听远处传来炮竹声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连天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连天。恭喜你，祝福你，恭喜你，每一年笑容挂满脸，每一天事事都如愿，呀，开开心心又一年。说声恭喜，说声恭喜，多亲切！祝你有个快乐新年。嘿，正月里天天是新年，大家见面多亲切。你买腊梅和饮料，我把春联贴上门楣。大家开开心迎接新一年。正月里天。天是新年，大家见面多欢颜。你说一切都顺利，我也祝你财源滚滚。还有，请你听听远处传来炮竹声，请你听听远处传来炮竹声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连天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连天。恭喜你，祝福你，谢你每一年笑容挂满脸，每一天事事都如愿，呀，开开心心又一年。还有，请你听听远处传来炮竹声，请你听听远处传来炮竹声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连天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连天。恭喜你，祝福你，恭喜开开心心又一年，爆竹声声，爆竹声声响连天，大家开心又一年。好，开心又一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再讲一下歌唱比赛。一些朋友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做歌唱比赛，我们的评审的制度你一定要非常的公正哦。好像我跟林时健都一样的啊。讲真的。这次拿就拿冠军的歌曲是帕鲁过，帕鲁过其实是讲真的，同行呢，就是南方唱片的，我可以不要给他的，我可以给我们的华华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星唱的过的歌曲来拿冠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，我们以歌艺斗歌艺哈，好像这首深深锣鼓财神到，在这次的歌唱比赛，很多歌手在演绎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做得不公正的话，我们就把那个深深锣鼓其中有一个唱得不错，但是他好像拿到金奖哈，来自北马的，哎，真的他是的确唱得不错。如果是我们要哎呀，总之是哎。当然要保护我们自己嘛，我们推我们的歌上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比赛就是比赛，所以你可以看出我们的心意
多么的多么的准确哈、哦。我们评歌论义，这是重点哈、哦。那么这首歌《声声锣鼓财神到》呢，我相信在线上很多朋友都喜欢的这首歌哈、哦。那很可惜，因为这首歌讲真，你要演绎的很好的话，很棒的话，也不简单了。一首歌，来，我们听听林思健怎么唱这首歌《声声锣鼓财神到》。新年到，一声炮呀一声号，一回叫呀一回笑，人人的脸上挂着笑，过新年呀凑热闹，拿红包呀拿鲜烧，讨个吉利抢一个好运到，好运到呀好运到，财神到呀财神到，福星高照财神到，财神到呀福星到，锣鼓声呀放鞭炮，人人的心里乐陶陶，新年到哎，一回跳，迎接那新年到，一声炮呀一声号，一回叫呀一回笑，人人的脸上挂着笑，过新年呀凑热闹，拿红包呀拿鲜烧，讨个吉利抢一个好运到，好运到呀好运到，财神到呀财神到，福星高照财神到，财神到呀福星到，锣鼓声呀放鞭炮，人人的心里乐陶陶，新年到哎。声声锣鼓财神到，来自我们林思健所演绎的歌曲、哦、其实唱新年歌跟这个我们唱这个通俗流行歌曲的话，其实是分别很大、哦、真的分别很大。你不要以为唱，你不要以为你经常唱这个流行歌，那你每次都夺标，但是你唱新年歌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碰焦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年歌的演绎方式，它的确有一点不一样、哦、不管心境。心境也好，表情动作也好，
都有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演绎新年歌真的也不是很简单的任务。所以在1月9号这场比赛呢，讲真的就有点困难。什么困难呢？就因为你指定一定要唱我们华华唱片旗下的贺岁音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如果我没有限制的话，好像这次的比赛其实很多唱片公司一直 import 什么版权一大堆，很多问题后续问题我要去解决，所以我就免得这些麻烦。然后在 Facebook， 如果你觉得你碰触这个版权的话，他马上就把你停止，那你评审怎么打分？打不到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没办法，我就规定你一定要唱华华唱片里的音乐。那些歌手呢就很难接受挑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唱过我们的音乐，第一、然后有一些歌他要的歌没有在里面，他就不能比斗了。所以不简单，讲真的，如果真正要比赛的话，我这样现真的可以比赛。如果你可以战胜拿冠军的话，你真的是歌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接受这个挑战，所以不简单。所以那天一些歌手说，是不是陈奕真的歌唱比赛呢？就很多 Hokkien 歌跑出来，可能吧，可能吧，因为一直是属于八声那期，然后他又唱福建歌为主。然后很多歌手呢可能就比较喜欢福建歌，都往他那一片去参与比赛。那我在我这个1月9号呢，我就发觉全部都是华语歌，因为福建歌我也很少出，对不对？那华语歌就占了很多。好，来听听这首歌《发财》，来自马永生演绎的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发财，恭喜大家都发财哟！新年发财，恭喜好运跟着来哟！幸福大门为你开，一年好景皆愉快。那美银流水现在，何其人间发大财！恭喜，再恭喜！招财进宝，祝福你好运气哟！发大财，新年发大财，开开心心每一天乐开怀哟！发大财，发大财，人人生活有依赖。发大财，发大财，今年好运跟着来。发财，恭喜大家都发财哟！新年发财，恭喜好运跟着来哟！幸福大门为你开，一年好景且愉快。那面银流水现在，何其人间发大财！恭喜，再恭喜！招财进宝，祝福你好运气哟！发大财，今年发大财，开开心心每一天乐开怀哟！幸福大门为你开，一年好景皆愉快。那面银流水现在，何其人间发大财。恭喜，再恭喜，招财进宝，祝福你好运气哟！发大财，今年发大财，开开心心每一天乐开怀哟！发大财，人人生活有依赖。发大财，今年好运跟着来。发财，开
开开心心每一天乐开怀哟，乐开怀哟，发财发大财，今年发大财，让我们来祝福你发大财，发财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。好，线上的朋友，今天呢我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哈，感谢大家上来支持 support， 因为我要去开另一个会议了哈，我们下四个星期二再见。然后记得这个礼拜天下午12:45，我们的迎春街舞心灵歌唱比赛儿童组的比赛呢正式比斗开始了哈，那接近有大概40出位的歌手来参与这次的比赛，来自沙巴、沙拉沃，然后还有南马、北马都有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我们就结束今晚上的直播，大家拜拜啦！由华华唱片主催，雪龙华华歌友工会主办，雪州安邦福建会馆协办，1月22号星期六晚上8:30 FB 脸书及 YouTube 华华唱片频道同步开播，唱片制作人郑亚华精心策划安排华华群星迎春街舞线上直播演唱会，参与演出的歌手包括实力女唱将大马舒淇，经典唱将魏战，创作歌手李世豪，舞台小蜜蜂石佳莹，实力歌后张婷婷，爱心歌手马永生，北马实力唱将汪信忠，福建实力歌后陈玉珍，广播明星江雨凡，情歌王子林思健，约定您共同迎春接福，带来好预兆。120分钟经典原创贺岁名曲呈现，绝对好听，绝对好看。华华肉干商赞助30份500克猪肉干，给予线上参与游戏者。感谢诚意赞助单位，雪州安邦福建会馆。华华肉干商、山立歌友俱乐部、郑生先生、娱乐圈慈善家郑修明先生、李天发、陈玉珍夫妇，网友们、歌友们，记得我们线上约会，1月22号星期六晚上8:30，雪龙华华歌友工会脸书及 YouTube 华华唱片频道同步开播，我们到时见。